哦，有个新地图嘛，是致命交会。对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地图要怎么挂生化，就是挂机杀僵尸嘛，就是挂生化终结者。我们先开一个房，然后打上密码。那挂法就是因为这个新地图有新增一个补血机啊，所以你只要站在补血机旁边就可以一直补血啊，你就不用别人帮你叠，像绝望啊或者是最终线索啊，都需要有个人帮你叠。那如果没有人帮你叠的话，那你就没办法挂啊。诶，这个地图就不需要，就是一个人就可以了，对，所以比较方便。我们开视窗化是因为就算开全荧幕也没有办法，就是它实况起来还是出现就是像这样子的大小，就是视窗化的大小。对，那干脆就直接视窗化就好，反正其实还 OK。可能有点久，可能第一次开吧，第一次，啊，好了，进来了。那当然选角色就选一个有加经验值加 point，哎，怎么跳出来了？哈哈，啊，再来一次啊，第二次应该就比较快，可能是太久了，所以就跳出来。我现在应该还好啊，现在是上课时间，速网用的人比较少，应该速网会比较快。对，啊，可以了，应该进来了。啊，角色当然就是选个那我没有就随便选一个角色。那一开始的话，一开始可以就买个甲，然后买个攻击力应该打墙比较快。其实打墙还好，没有说。就反正就打掉了，7500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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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那我们在挂生化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你只要滑鼠15分钟没有动，你就会自动跳到大厅，然后什么都没有。这对挂生化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。那当然就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让滑鼠乱动。那滑鼠乱动，巴哈一堆文章在讲啊，其实自己研究嘛，你就自己滑鼠摆一摆，然后看到它在动，那当然就成功了。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，那重点就是滑鼠要动，那当然不能用连点程式啊。你连点只要一开，CS 时候就断线，多开几次你账号就被锁，所以不要乱开连点程式，慢慢看。那巨斧砍一下，像我没有 A 包的话，砍一下大概就200块，然后有时候会跳到400。你看他砍一下，大概是跳100多啊。那之前攻击力100趴的时候，就是掉110，然后200块这样，这感觉就是强这个耐久度啊，就是打一是2块钱啊，所以110大概是220吧。他不会跳200，他跳200，因为他到时候有一次会跳400这样，差不多是这样，就是一个墙就是2块钱。打掉之后呢，你就往前，他只要有对话，就是僵尸引出来，然后这个你就回来，然后补血机键按下要按英文字母一，你就按一下，他就开始补血。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转过身来，正对前面，然后按右键，然后按 H，这样他就可以一直砍。对，那这个砍，那你可以先加血啊，因为这边可以买东西，所以你可以加到双满，没有问题。那它就是讲你是正对前面嘛，所以你前面180度差不多就是都砍得到。这样子的话，就是而且这补血机速度其实蛮快，所以就算你没有护甲，你被抓的损的血还是没有补血机补得快，所以是不会死的。那这个差不多大概就是效率大概是1个小时7000只啊，那到41000多只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出怪了。对，那这个就是差不多。那经验值的话，
大概14000，就非常高，而且现在还有2倍，就28000。因为如果你要充等的话，现在充会非常快。那你走到尽头会有个按钮，一会按。它那个的话，我有去按过，就是你按了之后，它那个什么，就是它反而到34000之后就会停了，就反而比较没有效率了。再挂差不多6个小时应该就可以，就7000只7642嘛，就是42000只，那6个小时，所以你晚上如果12点睡6点起来的话，这样挂也是一样的意思，就是你挂6个8个小时都一样嘛，反正出怪出一样多。那现在我就可以一直加血了，你可以加双满都没有问题。诶，这样还可以减补几箱，就如果你想减的话，对，那你就这样一直挂。那我们看看那个一刀断罪可不可以挂？一刀断罪好像是也可以挂，只是它范围好像，其实我也没有去比较过，反正。这样看起来也是可以挂的意思，就是反正只要不会死嘛，然后你就一直砍怪这样其实都就是一刀啊、巨斧啊都可以挂，反正人家都有范围攻击的能力。对，那我还是比较偏爱巨斧，感觉它的范围就会比较大，可是一刀可能砍比较快，就一刀范围就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宽广。对，那差不多就这样，你就一直挂一直挂，那人家有补给，你就可以减一下。诶，没有按好。哦，因为我是用笔电，所以感觉比较 lag。对，FPS 还蛮低的，就三最高好像3、40而已，在家里都99了。所以我在宿舍应该是没有办法实况，就是玩游戏的状况，大概就只能用一些像这种影片的。那你们看到就是最后面那个一，就是我说的那个一，你们看一下它那个一是什么样的情况？你挡路诶。对，就是你看最后面有个按钮一，那你按的话，它前面的洞就不会出怪，然后就变成只有后面才会出怪。诶，怪物好像会比较强，不过还是不会让你死啊。也是它就是这样，到最后就只有34000只，它就会停怪，就比较亏。所以还是就是一般就是让直接打墙赢了之后就开始挂，就非常快，仅仅只要打个墙还蛮快速的。就可以开始，而且记得按一哦，就没按一的话，有一次没按一，然后就直接悲剧，你就要重新再用一次。对，然后今天就实况到这里啊。